大家好，我是小曾。今天我们用鱼头来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，不加一滴水，出锅后香味四溢，保证你吃过一次后还想吃第二次。下面跟我一起来看一看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花鲢鱼头，再刷好清洗干净。咱们先来把它的牙齿拔掉，因为这个鱼的牙齿腥味比较重，所以一定要给它去掉。接下来把鱼头给它切成两半，再给它剁成小一点块，这样比较容易入味，刀工不好的朋友可以叫老板帮忙处理。看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全部剁好后装入一个大盆中，然后加入清水再清洗一下，清洗掉里面多余的血水，这样可以去除一部分的腥味。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在大碗中备用。接下来碗中放入剁好的蒜蓉和一些黑豆豉，然后淋入一勺热油，激发出蒜香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，一勺鸡精，胡椒粉，一勺生抽，少许的料酒，一勺蚝油提鲜，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接着咱们把搅拌好的料汁倒在鱼块里面，再加入一小勺的玉米淀粉，然后我们下手给它抓拌均匀。这里加入淀粉可以使鱼块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滑嫩。抓匀后先放一旁腌制15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的大蒜，改刀切成蒜粒，一小块生姜切成姜粒，准备半个洋葱切成小块，准备少许的青红椒，先切丝再切成小丁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后把姜蒜粒和洋葱放入锅中，开小火慢慢的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把腌制好的鱼块摆在小料上面，摆好后把腌鱼的料汁淋在鱼块上面。接下来好吃的关键就是不要加水，沿着锅边淋上一勺啤酒或者是黄酒，这样不仅可以增香还可以去腥。然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焗12分钟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打开盖子来看一看，哇，真的太香了。最后撒上切好的青红椒丁，再撒上小葱花点缀一下，一道非常好吃的生焗鱼头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鱼头蒜香味特别的浓郁，鲜嫩多汁，一点腥味也没有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，有空做来试一试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